欢迎收看《给你点上新灯》。今天我们节目继续来看莲生法王卢盛彦在美国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之后，针对网络上弟子提出的疑问所做的精彩宝贵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护摩的主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敬礼观世音菩萨，敬礼信居金刚马头明王。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所有的网路上所有的同门，师尊好，师尊好，大家午安，大家好，师父好，师父好，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师父好，师母好，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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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你。Hola amigo, te quiero mucho. Supo y chido, y mucho. Juni, Yapi, Brin Brin, Komanwa, Taja, Niho, Taja, Ho.嗯，欢迎开始。师尊好，师尊好，师母好。现在呢，先通知大家啊，下个礼拜天是6月7号，六月七号下午3点 PM， 是力度护摩法会。力度母啊，护摩法会。那么希望呢，这个跟力度母结缘的，或者你修力度母法的，啊，都要报名主起，报名主起，啊，或者是这个赞助功德主。啊，力度母啊，我知道这个以前大宝法王他讲过一句话，他在白天呢、啊，他是修度母，晚上修护法。大宝法王白天呢，他是修力度母，晚上是修大黑天。大黑天就是玛哈嘎拉啊，玛哈嘎拉大黑天。那么以前有一个师父，
他教同所有的男生都要修莲华生大士，做本尊，唯一就是说我们生活中有八大本尊啊，另外还有很多的本尊，但是那个师父教所有的男弟子一律修莲华生大士，所有的女弟子一律修力度，是唯一本尊啊，男的就修莲华生大士，你的就修力度母。这个师父也是很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再也不会有人问他我的本尊是谁，因为他只有男的就只有一个莲花生大士，女的就只有一个力度母，这样也是比较干脆的，不像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来问我他的本尊是谁，他的护法是谁，哇问的好多哦，好多尊。这个如果是很单纯的话，很干脆的话，男的全部修莲华生大士，女的全部修力度，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力度母他的他的这个功德是无量的，所有21个度母都是力度母所显化的啊，所有21度母全部跟着力度母的，你修了力度母就等于21个修了21个度母，也就是跟力度母跟21度母全部有缘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请大家这个特别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天是力度母啊。那他的咒语 Om Dara Dum Dara Dura Soha， 他的锁印跟瑶池金母的锁印是一样，是杜母锁印，这是杜母锁印、嗯、那么他形象当然是绿色的，而且一只手是一焰印啊，一只手是一焰印，一只手是哪种？嘎巴拉花，哪种嘎巴拉花？就是持咒嘎巴拉花。啊，这是力度。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近期法会的主尊有金刚萨埵、十轮金刚、勾彩天女，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解脱道指的是佛教行者透过修持戒定慧达到涅槃解脱的过程，想要深入了解佛教密宗法门极深成佛的修行原理，以及莲生法王卢胜彦实修密法成就的口诀心要，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卢胜彦文集解脱道口诀，详情请电0492312992。那么今天我们是做马头明王的护摩法会，这一尊
主要呢，它是有两个重点，两个重点。一个马陀明王是度畜生道，啊，最有名的他度畜生道。第二个，他能够免除一切恶咒跟邪法。像有人跟你做杠头，马陀明王，啊，修马陀明王就可以免除恶咒、邪法跟杠头、鬼神病。啊，他主要是用他的牙齿，他的这个剃，啊，用他的牙齿。马陀他主要的法器啊，他有这个权杖，有权杖。最重要啊，权杖就是代表律令的意思。然后最重要，他是头上有一个马头，那马头里面有嘴，有他的利齿。有他马头的牙齿，他有性局的法力。为什么叫性局的法力呢？很快，他的感应，他的相应特别的快，叫做性局金刚。为什么很快呢？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就是马，所以我们说汽车跑得很快，我们都称为马力，马力，啊，马的力量啊。所以马陀明王他是非常的快的，跑起来非常快的，也就是迅疾金刚。如果有人有病，可以修马陀明王，摇左自己身上的病，摇左自己身上的病，或者咬是你的朋友的病，咬你那个朋友的病，这是除病的一个方法，除掉病的方法，这是属于习灾除病法。一个种就是增益。什么叫增益啊？你请马陀明王去咬很多黄金回来，黄金现在很贵啊，哦，这个 golden 是金啊，哦，你可以去咬那些金块回来啊，金块来。提前来，尽快来，提前来，这个都是马头明王用他的牙齿去咬一些钱回来，咬一些那个这个黄金回来，你就可以增加财富，这是增益法。还有增智慧法，请马陀明王去咬一些经典回来，就是可以增加你自己的智慧啊。所以三藏十二部法，请马陀明王去咬，这个咬来你自己可以增加智慧的。还有敬爱法，我讲过敬爱法，你可以请马陀明王去咬你这个心仪的对象，啊，咬这个心仪的对象，把它咬回来，那个你那个对象就会对你，啊，产生敬爱的心，这就是敬爱法。那么它还可以消除恶咒、杠头。邪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马陀明王。
但是你如果咬得太大力，咬的力量轻轻的咬，像咬你身上的病，轻轻的咬就可以啊，不要把自己咬死了。你敬爱法，你去咬你对象的人，咬来你的身边，那这样子也是轻轻的把它咬就可以了。你咬得太重了，把你的对象都咬死了，那就不成敬爱法啊。这是马陀明王的一些做法啊。马陀明王主要呢，他是马陀明王的形象很多种，而花结好多种，有的是拿着权杖啊，这个骨头的这个权杖，拿着权杖；有的是拿着金刚杵，这样子，主要是这样。它的特征呢、啊，在火焰当中，它头上有一个马头。那为什么刚刚呢？阿弥陀佛也来了。这观世音菩萨也来了，因为马陀明王本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师父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他的咒语啊，很多的限制，限制 Om Shet Bhamadaji HayaJiva Shet哄配，只是表示他的根源是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所以阿弥陀佛刚刚也降临，观世音菩萨也降临，那么马陀明王也降临。这一场法会啊，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先讲一个笑话。小明的老师打电话给小明的妈妈，讲小明在学校闯的祸。最后小明的妈妈就跟老师道歉，那么小明的妈妈就跟小明讲，你又闯祸了，是想气死我吗？小明讲，我也不是故意的。小明的妈妈就讲，你就不能安分一点吗？我被你气一次，我就多了一根白头发。这个小明就回答，难怪阿嬷的头发全都是白的，原来我的闯祸个性是遗传自妈妈。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传承，这个笑话就是传承啊，传承。我们密教有很多的传承，密教啊，很多很多的传承。那师尊本身来讲有很多的传承，像一个咒，昨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咒 Om Boru Ranjali， 这个咒是传承至谁呢？是普方上师传给我的。所以你们念这个 Om Boru Ranjali， 其实是普方上师的传承。师尊的传承很多，所以你看一个咒就有一个传承。像那个卡玛巴，十六世大巴王卡玛巴 Om
卡玛巴西哄，就是在念卡玛巴的传承。那么图登达尔吉上师，他传给我咕噜咕列佛母的法，他主要的本尊就是咕噜咕列佛母的法，图登达尔吉上师。这个萨迦真空上师传给我的话 ，Om Deva Bhiju Vajra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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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jra Swaha， 是喜金刚的传承，最主要的是喜金刚，他传给我喜金刚。十六世大宝法王传给我的是五方佛，五佛圆顶观，五佛圆顶观是五方佛的传承。这个了明和尚给我的传承是莲华生大士，莲华生大士跟度母、利度母、白度母，所有度母最主要的传承是了明和尚，也就是属于呢灵马派很多的法啊。灵马派师尊有四教的传承，刚刚这个小明的妈妈跟小明。跟小明的阿嬷的白头发也是有传承的，你相信呢？很多人少年白似乎什么样，也是基因的问题，也等于是传承的问题。各位观众，莲生法王卢胜彦每周六在西雅图雷藏寺带领同修并讲解道果，星期天在彩虹雷藏寺主持护摩法会。近期法会的主尊有金刚萨埵、十轮金刚、勾彩天女，欢迎您传真报名以及收看网络直播，详情请电0492312992。解脱道指的是佛教行者透过修持戒定慧达到涅槃解脱的过程，想要深入了解佛教密宗法门极深成佛的修行原理，以及莲生法王卢胜彦实修密法成就的口诀心要，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卢胜彦文集解脱道口诀，详情请电0492312992。那么现在呢，跟大家再进入你问我答啊，你问，那么我来回答。请问在解脱道口诀文集中，师尊提及四加行，每个加行都需修满十万遍。其中第四个金刚心菩萨法是指整个法要修满十万遍，还是只有持百日明咒十万遍就可以呢？哇，这个讲得很好，问得很好。我告诉大家，基本上你要念百日明咒十万遍，这是最基本的加行法当中的百日明咒十万遍，这是基本的。你如果以金刚心菩萨为主要的修持对象，你就要修金刚心菩萨法，修道相应。所以基本上的四加行，你可以修浅的百日明咒十万遍，
修身的，就是金刚心菩萨法，修道相应，没有什么即便的。我也告诉大家，金刚心菩萨法，你修相应了，所有诸尊你都会相应。什么道理？因为金刚心菩萨、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菩萨这三尊呢，是一名同体。那么以前师父告诉我，你学金刚圣的教主就是金刚萨埵，金刚心菩萨也是金刚萨埵，金刚手菩萨也是金刚萨埵。所以你跟教主金刚圣的教主金刚萨埵相应了，金刚心菩萨你只要修到相应，就是金刚圣相应，上师相应法，你一修就相应了，你的本真法一修也相应了，这是重点所在，非常重要。金刚心菩萨法不但可以消除你所有的业障，也能够让你所有的身口意清净，非常好的。你释迦行只要相应了，那不得了了，上师相应法依依很简单，本尊法依依也很简单，你就全部都相应的，很容易的。你修所有诸尊，因为金刚心菩萨法就等于金刚萨埵法，也就等于是金刚手菩萨法，那不得了了。金刚手菩萨还是八大菩萨之一，八大菩萨只要你一尊相应了，八大菩萨全部相应了。